现那个我跟我自己身上又穿都有星星的衣服，而且他的星星还在心脏的位置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心脏是在左边吗？是。有人在右边很傻，真的有人在右边呢。啊，大家都知道。绝对零度是零下373度啊！哈哈，大家觉得我很聪明。看我介绍还行，我知道你要那个缓和我刚刚那首歌沉闷的气氛。没有，很好啊，没有不沉闷。刚刚那歌是简单的方式嘛，应该都听过了哦。那个就是写给当兵的朋友，然后后来黄姐也去当兵，然后我也去当兵，后来发现哎，怎么很多人都有写当兵的歌，以前林强就有写，然后我也有写，黄姐也有写灭火器，灭火器的学我最近灭火器搞不太懂，被照顾了被考了先啊，对，也是因为他退伍了，就马上就写了新歌，所以当兵真的对这些男生而言是刻骨铭心的一件事情。我以前我先去当嘛，然后也在台中当，那时候志明还留在台中，啊，放假都会来找他，就有时候只放一两天就住在台中，然后每次看到我一副苦样，然后很爱碎碎念，他就觉得拜托黄姐，草莓族哦。叫他去当兵，黄姐，我知道你的苦。然后我很担心我自己，因为我自己很叛逆啊，我怕他进去会跟那个班长很不好这样。然后所以我第一次肯请假，我就他在西门町那边当兵，我就去看他，然后看他自己这样，就这样子出来，然后很像一个菜鸟。然后就看好心酸了，志宁怎么了？他不是社运的正义人士吗？怎么会跟学长敬礼呢？然后他就这样走过来了，然后就黄姐哦，你昏倒回来了这样子，然后我说哎，你还好吗？他说还蛮苦的。然后那个学长就讲你还不是一样？对啊，我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但是我最近后来很厉害，他就在军中发挥他的专长。因为后来就是班长，排长想要学吉他，我就教他弹吉他。学长想要写唱歌把女朋友把马子，然后就说，听说你会录音哦，帮我录成周杰伦就好了。我就帮他录音。其实我在做自己专辑，我也是跟录音说，你帮我录成周杰伦。他说：“哦，这个太强人所难。”好，我在讲什么？看我们俩这样越扯越远。我是要讲说，就是当兵是男生刻骨铭心的一件事情，但是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也是刻骨铭心的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爱情，当然是爱情啊，不简单。就是谈恋爱嘛，对不对？不然就是失恋刻骨铭心，这是普世价值啊。好，因为接下来这首歌是新歌，929即将在今年或者明年初发行新专辑。哎呦，不要这样子啦，还是要尖叫一下嘛！一定会发的，真的。我们现在都在筹备。我跟你讲，今天的新歌你们听过，你们就不会再担心我们不发了，都超好听。这首歌叫做《越靠近越感觉失去》，有没有很有感触？有没有？光听歌名就超有感触。是你在那里不存在的存在。话不要讲太满。因为开始紧张，我也不太紧张。新歌很紧张。因为我们下次会播放一个影片，让大家知道嘟的记忆力有多么的，什么？好，新歌台中所唱。越靠近越感觉失去。